蝴蝶刀是不可以断的，漂亮，对，然后把它拉过来，切到皮，对，对，切到皮为止。这刀工厉害，可以，好。断了，断了，脚断了，不要踩电了，用点力，用点力，稍微真的要用力，它才不会散，它才不会散掉。哎，完美，二位抓到诀窍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